黄子佼与孟耿如2020年登记结婚，两年后产下一女黄玉米，然而这让她成了晒阴魔人，时常和大众分享爱女的成长过程。近日黄玉米将届满周岁，特此夫妻俩为她举办抓周仪式。今日黄子佼开心晒出仪式影片，而黄玉米第一回合竟毫不犹豫地起身拿起麦克风，全场不禁拍手叫好，欢呼声四起。接着黄玉米在第二、三回合抉择中依序又选了望远镜和调色盘，有趣的是黄子佼身兼主持人及歌手，孟耿如则是拥有绝佳艺术天分，想必黄玉米拿起麦克风、调色盘实在受爸妈的强大特质给影响，引起粉丝热议。影片一曝光后，众多网友纷纷涌入道喜，太可爱了啦，玉米生日快乐，贴心的玉米连抓周都满足父母的期待，爸妈太强大了，抓周可能很准耶。跟他其他的都不错，他真的就是不一样。要给爸爸，玉米烧。